哦，前情提要，因为故事有点庞大，哎，赶快看，赶快看啊！前情提要，打倒胜府，雷光下定决心要打倒胜府了，就这样，好啦，自己看啦，我不想念了，不要逼我念嘛，不要逼我念，跑跑跑跑跑，班尼拉，萨兹和班尼拉立刻反对。只有霍普愿意赞同他的主张，所以他们就分道扬镳了。所以就两边一个往这边走，一个往那边走啊。现在我们就在废柴搬运路，废柴啊，真是一堆废柴。不行啊，我们还要继续看一下前情提要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玩了什么？上一次我们是从第三章的这哪里我忘记了，反正上一次大概上一次是从这里开始玩的。上一次就是冰雪拿到这个湿婆神的召唤兽，就在那边一直打啦，然后就拿到湿婆神的召唤兽了。有看完了吗？有看完了吗？我现在是在玩 PS3，然后看完了哈，那就下一页了啊。我都没有念，会不会太鬼混了啊？别跟下界扯上关系，然后他们从这个湖，然后乘飞空艇飞出去了啊，我们也飞出去了。上一次玩就是在玩这个，然后他是那个什么雷光是进化者，什么自愿进化的人，所以就要自愿进化。然后就结束了霍普的厄运，结果他跟不上雷光，然后就只能坐在那边在那边抱怨。然后我们也走过，这里也走过了，那什么没有希望的逃走，逃走没有希望啊！赶快看，赶快看啊！现在是前情提要，然后刚刚看的是打倒胜负，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那我们现在游戏要开始喽！今天提前10分钟开台，好了，那我们游戏要开始了，我们要往前走了，走走走。你弟讲虾米？我嘛唔知呢。马上就有剧情了。Good job 啊！剧情就是好，来欣赏剧情。哦哦哦！思った通りか。怎么？やはりお前はお荷物だ。この先。要抛下他了吗？悪いが、お前の面倒を見る余裕は。不責任ですよ。それなら最初から甘えるな。雷光。世界中敵なんだ。雷光好无情哦。自分の身だけでいっぱいなのに、お前まで守れるか？没有回音吧？我记得没有啊。全員敵だ。有回音吗？邪魔になるな。安安呢？各位安安。お前も敵だ。哦，召唤兽，雷光的召唤兽出来了。有回音吗？没有吧？哦，雷光的召唤兽是奥丁吗？奥丁嘛，有点帅。在放假啊，在放假。开始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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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了。死亡宣告！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等，TPG，窥视一下，要怎么打？仅承认能累积连锁奖励的主人，要累积连锁奖励哦，那就是要拼命的攻击嘛。可是我就快要死了攻击和治疗。等等等等，他怎么死啊？还用不到死亡宣告啊？等等，太快了吧！他连打两次，马上 GG 啊！我都还没搞清楚状况就 GG 了。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刚刚什么情况？我还没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。他就这样啪啪啪，然后就打赢了，啪啪啪啪啪啊！先改造一下装备好了，啪啪啪啊！然后就把我打死了。真是实在有够强的。把这个结实的皮革，全部都升级。是的。又增加4了，已掉落的眼泪，还有什么很多很多的，差不多了，已掉落的眼泪加进去，是的，然后回忆，这个好多哦，
噔噔，13级哦，怒火剑13级，好，跳出去了。哦，瞬间啪啪啪啪啪，我都还没看清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了。哦，要连锁奖励是不是？不要看了啦，这一段剧情跳过，它可以略过剧情啊，略过，马上就可以打了。奥丁欸，这个是不是叫奥丁啊？哟，可能是哦。哦，我应该用攻击和治疗的。喂，欸，真的叫奥丁欸。哇，欸，他连锁怎么可能啊？打一下才这么一点点。哦，真的很凶欸。有死亡宣告欸。这怎么可能连锁？欸，霍普又死了。等一下，这真的是我这个等级可以打的吗？各位观众，对啊，这真的是我这个等级可以打的吗？欸，他有没有设计错误啊？还是我有按错什么吗？这是我这个等级可以打的怪吗？各位有没有办法？欸，我现在没办法了。这个我真的不晓得，这是不是来走一下水晶啊？我是不是水晶还没走啊？所以才考成这样。喂，增加四，不能再增加了，换下一个霍普。欸，奇怪，霍普都补血了，还不行呢。增加连锁奖励，喂，哦，没有了。欸，奇怪，哦，奥丁怎样？还要怎样？他现在很恐怖欸。我看一下哦，是不是还能再改造？再改造一下好了。莫名其妙的召唤兽，莫名其妙啊！独角兽战备武装购买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物理下降哦，干嘛要买一个物理下降的战备武装？哦，还有野用商店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银手镯，哎呦，还好多东西可以买哦。目前也不需要。喂，改装好了，来改装练功，这个不需要练功啊？为什么要练功？我觉得是应该是方法错误了吧。可以，看一下哦。医术心得，医术心得是什么？装备医术心得是不是？喂，装备，哦，是，欸，哦，他竟然没有装备，欸，重视平衡，重视攻击，重视，装备医术心得是什么？哦，恢复两倍。欸，好，我等于你装备医术心得。等一下，雷之戒指，奥丁玛是不是雷的 啊？没关系啊，死掉再来啦。这个对啊，现在都是网购了，这一代都是网络上购买了。现在都是网络购买了，网络购物的时代。安南呢？他到底有什么特殊技啊？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。回治疗，回，我看一下他有什么特殊技 ，TP 技，窥视奥丁，回，然后看一下哦，欸，还是很多看不到哦，还是看不到，欸，他的攻击力超快的，欸，又死掉了，我这样一直补血也不是办法啊。哎呦，他超快的，根本不用他死亡宣告啊！喂，哦，补血，道具补血啊，好恐怖哦！喂，哎，哦，这样子根本就打不到啊，根本就不可能连锁啊！他的大绝好恐怖哦！双重治疗，又死掉了。凤凰尾巴，
这样子一直用也不是办法、欸、根本就不行啊，太强了吧，这样要怎么连锁啦，再窥视一次，窥视我一看一下，仅承认治疗病疗愈伤痛的人为主人，所以我要一直治疗是不是，哦这个是一直治疗就可以了、哦、什么仅承认能治疗病疗什么愈疗伤痛的主人的人物为主人，攻击再恢复，攻击再恢复是不是，是这样吗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吗，恢复恢复疗伤，哦可以疗伤了吗，哎、欸、他怎么没有疗伤啊，哎哎哎，我刚才不是按3个疗伤他都没疗伤吗，嗯、他刚才在搞什么，我不是按4个疗伤吗，哦太好笑了，这个应该不是要打死，这个不是要打死，它是有方法，就是你只要完成它的方法，就是召唤兽的那个攻击方式比较奇怪，它只要完成，你只要完成它的指定项目就可以了。就是譬如说，它有些就是像刚刚那样子啊，他说他要完成他的联系，还有要完成那个完成什么治疗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治疗。先，那我就先攻击嘛，先砍2刀，然后补血。喂，攻击，哦，死亡宣告了。喂，然后切换。哎，不是，治疗。哦，双重治疗，哎，按错了。双重治疗，恢复，疗伤。哎，霍普怎么那么快就死了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又按错了，双重治疗。霍普怎么这么快就死了、啊？对啊，他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太快了吧！我先保住小命。他现在在我面前干嘛？哦，他在我面前干嘛？哦，对啊，他刚才在我面前干嘛？哦，识破。哦，他是不是在他没事做的时候，我就要赶快恢复？哦，现在哎，哦，赶快恢复！哦，他又打过来了！哎呦呦！所以他在防御的时候，我就要攻击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防御的时候要攻击，是不是？这样增加连击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现在不防御的时候就要补血是不是？我刚刚补血，他的连击好像有突破上限的感觉、欸，有没有？哦，他的集气条已经越来越多了、欸，可是我被集死宣告了、啊。喂，先保住霍普小命。哦，集死宣告。哎、欸，剩700多了，他的集气条还没满哦，怎么这么难啊，现在，哎、欸，继续补血吗？就这样一直补血，双重治疗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除了补血还能做什么？不行啊，哎、欸。快要嘞、欸，哎、欸，一半了，集气条一半了，可是这样不够快，集气条一半不够快啊，快要死了，我到底看一下他到底要干什么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啦？我还没了解，还不了解他的攻击模式、欸，哎，不是攻击模式，还不了解他要我做什么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啦？看了一次还不够，哎、欸，疗伤，哦，哎、欸，他打过来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剩50几秒了，哦，剩50几秒了，
即死宣告，即死。他到底要干什么啦？对啊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补血也不行。他说要怜惜，要怜惜是不是？集气条满了就赢了，我也知道啊。可是他是怎样会增加他的集气条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样增加集气条啊？嗯，他是什么模式会增加集气条？哎、欸，不了解哦，有够难的。切资源吗？要资源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切资源。有人叫我支援一下，切支援，攻击加支援，攻击加支援，反正这 GG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、啊，马上就切回来了，一点损失都没有。回回回，攻击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，哦哟，砍他才一点点而已，霍普马上就要 GG 了，霍普，哎、欸，道具。赶快赶快补血！哦，赶快补血！不行了，双重治疗！哦，再不双重治疗就要死了！恢复恢复！哎、欸，集气条只集了这么一点点而已，砍他也集这么一点点，不砍他也集这么一点点，到底想怎样啊？到底要砍还是不砍？到底要不要砍啊？对啊，好令人不解哦。哎，喂，到底要不要砍？喂，哎，雷光在后面。哎，呜，破坏加攻击。哇、哦，趁现在他说什么？哎，中雷电，双重治疗。他是用雷电的，我应该用那个什么哦，那个戒指对不对？防雷的戒指，可以再窥视吗？好啊，再窥视一下，可以啊，窥视没有问题。喂，窥视，哎呦，窥视 TPG， 窥视，窥视，哎，窥视完，哎，还要再窥视一次哦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再窥视一次。喂，哎呦，集气条集一半嘞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集了一半，目前不了解为什么集了一半。到底是什么集气模式，让他集了一半的血条？哦，集气条超过一半了，难不成要再窥视他一下 ？TPG 再窥视他一次，哎、欸，窥视你，哎、欸，怎样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哦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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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什么？仅承认累积连锁奖励的人物为主人，仅承认治疗并去疗。什么愈疗伤痛的人物为主人？不懂啊。即便他这样讲，我还是听不太懂。不要死，不要死，赶快治疗满。喂，治疗满就会可以是不是？治疗满才有用是不是？哎呦，快满了，快满了，快满了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快满了。所以他用什么盾的时候，我就要赶快。强攻是不是？喂，我只剩30秒了，剩0秒，不懂哎、欸，他不是一台车，应该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还是不懂啊，刚刚有人看得懂吗？一直在那边丢药，什么这态设定什么设定为攻击手，不停的攻击奥丁，一边丢药哦。是哦，所以我要一直丢药吗？我是一直丢药吗？哎呦，你们洗太快了啦！不要一直GGGG，我还没看攻略嘞。什么正太攻击奥丁，然后一边丢药，奥丁防御的时候两个一起上。哦，是这样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
等一下我装备其他东西，装备这个雷戒指耐雷加20，这个哎、欸、因为奥丁都是用雷电的，奥丁用雷电，用雷电，用雷电戒指打就可以了。回跳过。哎呦，攻那个嘛，召唤兽嘛，回召唤兽比较难嘛，召唤兽要驯服嘛，啊，马匹要驯服需要一点技巧。喂喂喂喂，哎，结果我没有那个、欸，我除了双重治疗没有其他的。哦，霍普要死了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他把我打到空中时，我还不能做动作哎、欸！喂喂喂，治疗治疗治疗！哦，哎、欸，太邪恶了！他都把我抛到空中，这样我要怎么做动作？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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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、欸、攻击，用药来补是不是？挥挥挥，道具，用药来补。哦，道具，哦，用恢复剂。哎、欸，他换攻击我了！哎、欸，他竟然换攻击我了！哦，他竟然攻击雷光了！他发现我有我的霍普有戒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改打雷光了，太邪恶了！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么卑鄙无耻！嗯，道具补血，补血道具，哎、欸，攻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攻击真少！喂，哦，哎呀呀，又按错了啊、有够难的！喂，喂，哎，哦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哎、欸，霍普死掉了，他什么时候死掉的？啊，不知不觉就倒地了。呜、哦。赶快趁现在补血，我没有办法一直打他了。哎呦，急的更早了，有够难急的。呜呜呜呜！绝影！呜，霍普又要死了，霍普又要死了，霍普不要再死了。哎，霍普你又倒地了。凤凰的尾巴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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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一直趴在地上。哎哎哎，治疗满了。哦，他在打的时候我要治疗是不是？哎，霍普你怎么要死了？哦，好难哦。集气条，集气条还是一样啊。哎，集不满啊。什么东西？当他什么？当他打双人的时候就换双重治疗，当他打单人的时候就切换攻击和治疗，当他防御的切换就切换破坏和攻击。哦，哎哎哎，又是这样子了。哦，所以我要先设定好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，我好像没有，哎，我好像没有那个什么治疗和攻击，雷光没有办法治疗，攻击单人，攻击双人。哎呦哎呦，还有这个东西哦！哎呦，我先切换好。回一正式，编辑正式，再多加一个正式吗？正式治疗，治疗和攻击，哎，就这个治疗破，哎，治疗和破坏。然后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先预定，一开始先进去双重治疗。哦呦，奥丁。要靠 GG 来累积，狗屎啊！谁讲的？OK 了哦，这个奥丁玛真的是啊、哦，真是有够变态！哎、欸，不要再耍贱了啦啊！这么 OP， 不要耍贱哦啊！不要再贱了，死亡宣告啊！这一招超贱的哦。所以我现在要治疗，治疗，治疗哦！
啊，现在再开始打人了，开始打人了，开始打人了，哦，连闪，哦，连闪要治疗，双重治疗，哎，怎么可以闪成这样啊？哎，你怎么打这么快啊？我的机器条都没有跑这么快，我的机器条都没跑这么快嘞。哎，现在要切换什么？哎，防御的时候要切换，可是我的血都还没补满，哦，补满了，哦，再切换回来，哦，要补血，补血，补血啊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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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，哦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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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好了，防御了没？哎，绝影还没有防御，哦。哎，开始防御了，开始攻击，真的可以吗？哦，有点难呢，有难度哎，有难度了。哦，双重补血，有难度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有难度啊，不是不是像，不是嘴巴讲的那么简单啊。哦，死掉了，有难度啊，各位。我连平常时间都在补血了。平常时间都要补血了。专心防御，霍普就不能防御啊，他又不是那个防御者，那个冰雪，冰雪的防御哦，冰雪防御很强啊。如果有冰雪在这，我应该就突破了。哇、哦！你看，你看，要一直补血，双重补血，两个人都在补，还会死。两个人都在补，还会死啊！有够好笑的啦。霍普，你有点……你累了吗？霍普，哦霍，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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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次的集气条有够少的。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？单人攻击单人，攻击双人，所以我要改造一下装备，是不是提升防御力？是不是？不然这样子，不然这样摸两下就飞天了。喂，呜、哦，趁现在有用吗？哦，赶快切换！哎、欸，你竟然趁切换的时候一直打。切换也要时间呢、啊。哦，哎，我发现他们两个站太近也不好哎、欸，又防雷的。哦，霍普真是辛苦你了。等等，我不是有防雷戒指吗？我真的刚刚真的有装备吗？感觉都没有啊，没有 heal 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装备。有啊，雷之戒指啊，改造一下雷之戒指好了。雷戒，虽然我觉得打完这一个好像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改造配件，雷之戒指，雷之戒指，哎，回应，是的，噔噔，升级成22%，22%要干嘛？升级，回应，18而已啊，好烂哦，不要这个。哎哎哎，好烂！这个嘞，哦，这个比较多，是的，哎呦，增加 1.5 倍，哎呦，这个好多、哦，26%，哎哎，这个也不好，光纤是什么东西？光纤强不强？哦，光纤好强，我有可能什么越级打怪？不可能啊！这里哪里越级打怪？而且我该打的怪我都有打。喂，哎，这样子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我有没有有什么问题？再看一下，雷光零啊 ，CP 零，所以我要着重防御，是不是？装备。自动选择重视防御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重视防御就是这个、啊。好啦，哎，好，走，打到赢，打到赢为止。喂，继续往前走，
把雷光调成破坏者跟恢复者。是哦，不能用攻击者哦。哎呦，霍普，你好跌倒好多次了。霍普一直跌倒，好可怜哦。一直哦，死亡宣告又来了。喂，攻击攻击。哦，趁现在哦，双重治疗了，要双重治疗了，太凶了。喂，治疗治疗。哦，太凶了太凶了，怎么那么凶啊？喂，道具。哦，有够凶狠的。喂，支援者，雾盾。哦，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哦，雷光，雷光的那个集气条跑好慢，好难过。攻击治疗分边了。哦，天灵有够强的。哎，他走来走去在干什么？哦吼！时间不等人呐、啊！哎呦，赶快切换！这次集气条比较多了吗？有吗？好像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还是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喂！哦，有吗？有变多吗？你们有感觉？耶、欸，好像有嘞，一半嘞，好像有变多的感觉哦、喔。哎呦，是不是有变多啊？那集气条是不是有变多？用魔法好像打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哦，原来要魔法打，不能普攻哦。哎，攻击没有用，要普攻哦。所以要用破坏者加治疗。哦，快治疗，快治疗，不能让霍普打下去。快要满了，快要满了，快要满了。哦不，我找到攻略了，我快要满了，快满了，集气快满了。双重攻击，趁现在。哦，满了吗？哦耶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奥丁要变成一匹马了，奥丁马。等等，哦，终于变成一匹马了。喂，噔噔，哦，好帅哦，奥丁马出现了。噔噔噔噔噔，五颗星！哦，奥丁马哎，觅食奥丁 ，AT 技能增加一段了。哦，以后我可以常常召唤出奥丁马了。哦，莱德桑，雷姐，你不行了吗？パルスの楽園が変わってます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召唤兽，是不是？每一个主角变成露西之后，都可以有一只召唤兽，这么棒哦！我也要有召唤兽。やっぱり足手まといですか？哦，你要加油啊，霍普！不，霍普你很强。五颗星是耗费多少 GG 出来的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不是重点。重点是现在空关可以看剧情，还能锻炼哦。さっきはすまなかった。哎呦，我第一次听到雷姐在道歉呢。雷姐在道歉呢，又继续往前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看看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召唤兽哦，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召唤兽在搞什么。挥挥挥。我们应该是第一次，哎，等等，这个是草吗？哦，是草。刚刚有问题啊！哎，走到前面又有剧情了。哎呦呦，
是露西。嗨。哟，要打了，要打了！这些为什么还要有特别动画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什么什么什么 demo？ 哦，观赏教召唤兽那个教学，唯有雷光能召唤奥丁。哦，使用 TP 技能召唤，哦，要花三个 TP 技。哦，召唤来了。哦，逆时奥丁。就可以召唤出奥丁，然后哎、欸，就是刚刚的一样的变身动画嘛啊，我们看一次就好，之后可以跳过。哎、欸，哦，他说什么？请注意 SP 量表 ，SP 量表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少，其次是若是召唤兽遭受损伤亦会减少，若 SP 量表归零，召唤兽会离去。哦，按下正方形发动驾驭模式，召唤更强烈的招式。哎呦，一旦归零就没有了。虽然我现在是双重治疗，改成破坏。我、哎、也还有吗？哦，奥丁的 SP 还有，先看一下。哦，合体技，他们的合体技是怎样？噔噔，哎、欸，这跟刚刚出来的动画很像，然后嘞，等等，哦，上去了，哦，上马了，上马之后嘞，哦，自动教育，哎呦，轰箭是什么？哦 ，A 喽，哦，雷光斩，这个是什么？破空斩，哦，还有什么？雷天明。哇、哦，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斩铁剑一也按下了。斩铁剑，哇、哦哦哦，好华丽的技能哦！会不会太多、啊？没有啊 ，TP 量表很难集吧？应该要集 TP 量表。哎、欸，他跑走了。哎、欸，还没有打死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没有打死你就跑走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怎么做一半而已？事情只做一半就走了，哎、欸，奥丁，你事情只做一半而已，哦，太好笑了，怪都还没打死哎、欸，一只都还没死就丢走了，哎、欸，这不太对了，好好笑哦，事情只做半套而已，他只做半套就走了。哦、真是的，哎，奥丁，你这样不行啊，还是不能按雷斩剑，最后再驾驭是不是？没错，我现在发现了 ，SP 快要结束的时候再来驾驭，然后最后才能按雷斩剑，不然他就随时就离我远去了。召唤一次需要很多 TP 技耶，你看现在 TP 又要重新集了。都走！好了，赶快去死了啦！不要再阻拦我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喂，赢了！噔噔噔！哎、欸，哦，我们赢了！哎、欸、，TP 3了，我们又可以召唤了，又可以跟马玩了。哦，又可以跟马玩了。ここで休む。在这边休息哦，雷光主动要求是休息耶，是因为霍普不行了，霍普不行了。様子を見てくる。休んでいろ。我去看看情形哦。雷光为什么体力这么好啊？果然是军队的人。等一下，猥琐大叔也有召唤兽要打哦，就是那个鸟大叔嘛，这么可恶哦。哦、oh, ，对了，那个我把那个连结删掉了，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贴连结。我有设定无法贴连结啊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再贴连结了。哎呦，霍普已经累瘫了，所以跟着雷光就像急行军，是不是？
誰が母さんだ？这样睡着会不会头脖子会不会扭到啊？哎，又要换镜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保存故事剧情。安安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是第四章玩完了，是不是？要第五章哦。这个游戏不是才15章而已吗？噔噔，然后嘞？黑太久了，赶快回来！哇，换这个私奔二人组，他们要逃去哪里？逃来这边也不太对啊，这里好像工厂哦。对啊，雷光对霍普好温柔哦，对那个鸟大叔就很不温柔。軍隊は来ないみたい。向こうが引きつけてくれたな。都追到雷光那、哦。あっちはパルムポルムに向かうルート。パラパルプルム、パラパルプルム。なんだかんだ言って、うちに帰るだろう。そうだね。所以他们也要跟着他们回去，是不是？怎么了吗？どうしたの？おとなしく。